第二气体，体重分别为70公斤重及60公斤重的甲乙两人手持绳子，保持同一高度同时互拉。甲是力6公斤重，乙是力8公斤重，如右图所示。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用到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。那么我们的甲拉乙呢，6公斤重，那表示呢乙也会拉甲呢，6公斤重。那么乙拉甲呢，8公斤重呢，就表示呢。 那么，甲也会拉乙呢，8公斤重，所以呢，甲总共受力14公斤重呢向右，那么乙总共受力呢14公斤重呢向左，所以呢，甲会受力向右呢向右移动，那乙呢受力向左呢会向左移动，所以第27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A，甲向右移动，乙向左移动。